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诸神的宠兽按狮神之舞。哦，狮神不是狮神，哦，哎，没关系。哦，基本上这是就是魔羊的潜能解放。哦，基本上升华一应该蛮简单的。哎，又是潜能解放，我讲错了，升华，每次都在讲潜能解放。这一天已经被这个搞得有点头昏脑胀了。六力以上哈，哦，是可以稍微集一下 CT 五啦。升华一基本上都不太会有什么难度啊，九力以上，直接转了就直接送走他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K， 哦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太简单了。好，以上这是魔羊升华一的一个示范。哦，这个接下来等一下再为大家这个测试升华二的部分。哦，这边这个部分先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